钱够用吗？既然外面传成这个样子，我们不如再办一次投资会，然后把赚来的钱拿来平分。钱啊！我想要麻烦您帮我来讨下。啊！这是什么代志啦？哈！大将我阿爹，我在搞好你做总统。还赌啊！我丢他个政府啊！他妈的就不进贪污，你说我要不要丢？他妈派气哦！家里面已经都没钱了嘞，你还把所有的钱拿去投资这个烂东西，你卖给鬼啊！我会把家里剩下的钱都拿去投资，也是希望阿明能够像其他小朋友一样。这一罐要卖多少钱？100万！干，感情现在还卖遐贵？人嘞，老丁。还拍谁？你也请拜托先注意一下，拜托了，拍谁了？啊，可是你手夹的，你动作大一木款嘛。